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，我们才得以康复。我希望医护人员来武汉做客，而不是穿着模式的严严实实来再来武汉。希望他们穿着很漂亮的衣服，展现出他们的这个真容，来到武汉做客，做珍贵的我们这边做珍贵的客人来接待他们。行了35天，也。